别没叫啊，我回来讲啊。你会属下会下讲啊？啊。你把他叫进来。叫进来干嘛？讲清楚。讲什么清楚啦？所以你今天要选他。嘴巴空气突然安静。在一起，然后第五天的时候，反正可能就随口提一下说，那不然我们就结婚了。我说我是没有在差的，我说要结就结啊。所以当天是你跟我说吗？不是，是你讲的。是你啊，算随便啦。其实弄到真的结婚了的时候，也快一年了，就也快一年才办婚礼，因为中间那些要去排行程，中间有在想说，反正中间搞不好哪一段不 OK 就会取消了，就也没想到就这样真的就这样结婚了，就还蛮合的、啊。还不错吧？我是不知道。目前到现在，对，那这就是大概就是相处到人家说为什么五天就结婚，会不会讲完这一段啊？然后那个越南就看到，然后想说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，然后就开始私讯。没有，他前阵子有密我。我知道啊，你还敢讲？没有，人太帅。再说，都已经结婚不知道几年了。再讲，那个人还在念念念。他在我们第一年的时候，他就用假账号私讯你了，因为我没看到、啊。那时候越南的要来台湾，因为我们其实本来准备要结婚，当时为什么？没有立即选择说要不要让他来台湾，是因为他那时候有我的小孩，这蛮劲爆的。确定这可以讲吗？可以讲啊，然后怎么问讲？当时发生第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促使我会跟他分手？也是他一下飞机的时候，我就去接机了，然后跟着他旅行团一起，然后我就开车跟着他们旅行团。他当下直接打电话跟我讲说，他要去先去药局一趟。我说干嘛？他说哪里有卖卫生棉？他说他那个来。我说你不是怀孕怎么那个来？我当下也跟他旅行团导游说。他不会跑掉，我先带他去旁边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他没有任何状况，就普通的就是正常的月经来这样子之类等等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骗我，第一个觉得说就是可能不会在一起的原因。那后来第二个主要促使我们分手原因，等一下、喔，喂，在哪？干嘛？没有，不知道谁讲话，我们听不懂。讲谁？他说你在哪？没有吧？我帮你回拨给他，问他是谁。有哪我在拍片，等下至少谈一晚再说吧。没有，我说我听到他说你在哪。没有，他有前面说什么贷款的好不好？有吗？有、哦，你可以切一半，蛮好吃的。你不会帮我切好，你切一颗我就一颗。就觉得他这家蛮好吃的。这上次那十万的是真的就也是有好吃啊，但是就觉得很像没有到十万的感觉。那我是说我们两个吃的。我没有在，我跟你吃的时候没记得过。哦就是我们两个的，你看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可我真的不知道谁、啊。那你就接啊。等一下播完再回嘛。最近的你很乖吧？啊？最近。你不是白痴啊？问你啊。我真的不知道谁，等一下我拍完我们家回去播不就知道了？是吧、啊？他每天都会去深色场所，就已经习惯了，就是还好啦，就是。夫妻的信任、对吧？嗯，你应该不会打脸我吧？不会啊，就整天还是在问啊。我进去。你知道？好可怕。不可能。换个什么？来，先进去排查。刘水，让我过去。不可以他是谁？啊？我们在拍地方。他谁？可以尊重一下我吗？那他是谁？朋友。哪里认识？朋友。啊？哪里认识的？所以他就刚打电话给你们，你不敢接。哦、没有没有、啊、我就说我就跟你讲我先把工作做完了、
你要不要先回去？我先回去，我是老婆。说话，你呢？你敢吗？啊？讲什么？我回去。我回去，我没有老教授，我回去跟你讲好不好？你给我点时间。直接跟他讲啊！你跟我讲什么？现在是干嘛？啊？现在是怀孕。你先别闹了，好不好？讲清楚啊！我讲清楚什么？现在就三个都在，讲清楚啊！你跪属下跪下甲了啊！先，我们先。那是你画的超级助理，人家怀孕。我就要拿掉不拿？什么拿掉？你不过分吗？你在干嘛？刚刚打给你就不接了。回去再讲呗。我再跟他谈。你私下跟他谈，你尊重过我吗？哎，我这么相信你，你应该知道我多相信你。你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吗？那不要离婚吗？不然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现在偷吃就直接跟我讲离婚？不是啊，就像你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我没有觉得我对的。那你不应该道歉吗？你把他叫进来。叫进来干嘛？讲清楚。讲什么清楚啦？所以你今天要选他。腻了。你跟他求婚，白痴哦、喔。那是我戒指，他刚刚也没反驳啊。你反驳了吗？是啊，极大功夫啊！我自己都好尴尬。哎，那件子，那件子，白痴啊！你爬到这里了，你们很脏，你们怎么找他？真的是他的错。我自己找的，废话。我真的是他会觉得漂亮的那一些。我流鼻涕了啦！我朋友，要整卫生纸。我朋友，要停停。我到底找上来了，我流鼻涕了，刘子玉。这个服务生也有参与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白痴哦，他专业演员哦，他好凶哦，我刚刚都被他吓到了。我看你蛮凶的，我看他蛮镇定，哎呦，跟我想象中不一样。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呢、欸？我这样子吓到，又说他怀孕，不知道我要怎么办，我要把他养哦。没有，我原本想说我要回答说我们离婚，我要跟他结婚。你刚刚就这样说，你刚刚就说你要离婚哦。你干嘛偷摸他、啊？哦，我拿妈黑了靠背啊，神经病啊，想太多。我刚其实一开始有在想你是不是在骗我，可是后面他真的好真哦，他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那我的不真吗？你感觉给我，我有觉得你常常在抖，然后可是还是我的错觉，还是我自己在抖。我有看得出来你在装镇定。我很想哭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办。我就觉得你现在不选我、欸，我输了耶、欸！我是正宫哎、欸，明媒正娶哎、欸。我特意挑了一个，就觉得杀伤力最比较强的。就是很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覺得？我没办法选谁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他那双眼睛，我就觉得他就是你的菜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对，因为我也凤眼，他之前就跟我说。你哪来的凤眼？那都鸡眼好吗？不好意思哦、喔，他之前就跟我说过，他就是看上我这双眼睛。然后我刚才看到你，我就想说。现在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谢谢我们小三嘛，谢谢我们小三婷婷。哎，演得太好，真的演得太好，他超出我的预料，对，真的是比我想象中好很多。他从外面大吼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强。那服务生真的也
好，算了，大家都是这样，就只有我是笨蛋。应该是我蛮精彩，我刚刚都不敢哭哎、欸。我看到他的眼泪一直在眼眶打转，然后我想说，哦、天哪，我看你可以盯多久？结果你已经放炮了，他就直接哭出来了。我很委屈，我超委屈的。我其实最怕是他要把我带回家哎、欸、啦。我现在讲到我想哭了，带我回家干嘛、啊？我就讲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他有戒指，我也有啊。你要给他婚礼，我还办过嘞，过分。今天主要就是要整理而已，因为愚人节刚过，愚人节快乐。白痴啊！